咁我哋而家咧，今次嚟到 Worship 3咧第三题嘅 E 部分，咁咧都系啲乘除嘅数啦。咁我都试下睇下咧，可唔可以做 factorization 嗱？叫你记住咧，可唔可以做 factorization 咧？我們可以試下咧，第一個可以抽三出嚟啦，抽三出嚟剩翻啲咩啊 ？bracket 一減 x 分母咧，96同埋72啊，比較奇怪啲啦，96、72有冇 factor 咧？唔能夠太細嘅喎，因為唔夠嘅喎，啊24得唔得？36得唔得？36唔得喎。六咧，如果用六嘅話咧，六一如六，三六六三十六，十二，再用翻四咧，四四一十六，四三，哦得啦，用24，24咧就係 common factor， 咁所以咧可以係抽24出嚟，我知啦，剩翻四加三 x， 好，乘咗呢度咧就係6x 二次加8x 啦，就係抽。2x 啦，淨係有翻 3x 加 4 over x 減 1， 咁仲有除4 over x 咧，變乘咧就變咗係 x over 4啦。OK， 咁就好容易做啦。我哋可以咧 cross out 一啲，我哋可以咧仲有啲咩可以 cross out 啊？呢度啦，二啦，好啦，咁就剩翻咧分子嗰度咧有三 bracket 一減 x 同埋 x square 分母嗰度咧二乘24就係48 x 減一，咁但係弊啦，一減 x 同埋 x 減一好似樣嘅喎，但係啱啱調轉咗啊，我哋可以抽個負數喎，係冇錯啦 ，bracket 負數大家好熟噶啦。咁咧先處理個分子啦，負三括號 x 減一 x square over 48 x 減一，咁我相信大家識噶啦，就係 cross out 咗 x 減一，咁就剩翻咧負三 over 48，負三 x 二次 over 48，其實就係再 simplify 就係負 x square over 16。Very good.